皮队长，你不要进来，皮队长。他看到这椅子，他就特别高兴。不对，看到那个地毯，他就摁下去。增加我很多工作量。他就不肯出来，你没发现？别说，我觉得这长度还蛮好。对，我挺喜欢这个，就可以放。一张。来。哦。他就是不出去。好了，把椅子放进去，我觉得挺好。嗯，挺温暖的。这样，这椅子放。